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即将开始，我们现在可以听到全场都在倒计时，让我们一起看到了这个开幕式啊，然后有哪些环节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呢？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个舞团从那个冰块里破冰而出那一下，就感觉这个全世界人民真的是困难，但是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，我们都会迎来我们的奥林匹克，然后用奥林匹克精神鼓舞我们所有的这个各国人民。然后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像一个万花筒一样的门，然后缓缓地打开，然后各国运动员入场，那个创意我觉得非常的好，然后感觉很赞，然后感觉这次的这个开幕式是一个很科技，然后又是浪漫的一个，很多妙巧思，所以也希望我们的这一届冬奥会可以圆满成功，运动健儿们可以在赛场上都获得好成绩，加油。